张靓颖是一位人气与实力兼具的演员，她更是娱乐圈正能量的担当。农村出身，没有背景，演技并非科班出身，但是她是个很执着的人，坚持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。进入演艺圈10年，她走得倔强却坚强，她是用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的辉煌，受到大家的肯定，成为收视女王，成为身家4亿的一线女星。你可知道这样的女王什么车才能让她爱不释手呢？2015年在车墩拍摄抗战新片时，就有网友拍到过赵丽颖穿着小西装马甲，在这辆福特E350行政纺车内休息。赵丽颖一个清纯脱俗的当红影星，最近可谓是大红大紫，剧组工作满满，她会选择什么类型的座驾呢？她给员工送好车，自己的座驾也是非常惊人，代步车就是一辆跑车，从外观看应该是奥迪 TT。 红色的车身非常契合赵丽颖的形象。赵丽颖工作结束常常坐父亲的车，父亲开的白色大奔 G500 价格不菲，近200万。根据人的身形来看，丽颖宝宝应该喜欢可爱一点的车，比如甲壳虫或者迷你之类的，但是现实中赵丽颖还是够霸气的，选择了福特E350。